这一次是本期游戏王在7月15还16号发售的游戏王110。那因为我买的是日纸，那日纸在这一次第一批货其实是没有亚马逊直送台湾的。那你要去露天订，其实我有去找，但大部分都是基本上全部都是韩纸，所以我这次是用亚马逊去购买，那再用这个转运的方式，因此时间拖比较久，拖到今天才拿到。那两盒主要就是这一次的主题有分，就是包含黑鱼本家、忍者、萨蒂利跟一些主题的强化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就进入开盒模式。那这一次大部分人都是说啊，不要开到忍者。那我们没什么要求，就是开看看会有什么东西吧。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，一样，这次是有一个 token，好像是黑羽的 token 吧，因为我其实玩游戏王入坑的时算比较晚，就是我中间有很长时间其实是没有碰，然后后来又回坑，特别包啊，一样特别包，最后再开，假装没看到，哎，我们当做没看到，好，那我们就先直接开始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先从这次一样，就先从右边吧。看一下这次有什么东西哦。哎，我们先把这个拿过来，待会可能会用到。不要再捡到卡。这个，看一下，忍者、深渊兽、新主题、萨蒂利、新主题、春化金，这个是最早一四坏版，因为它其实就要四四坏，因为它有四坏跟一四坏嘛。这个是一四坏的强化 buff 卡，神杯之牙、BF 兽忍者、银质深渊兽。好，刚刚的是自然兽。我们快速分一下哈，就是分主题，我们这里是分主题哦。没有，我们分先分银质吧，先分银质主题，我们最后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。那基本上这些除这张卡，只有这张卡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，因为我那时候预告的时候没特别注意。对，深渊之兽。然后这个是好像是自然吧，我听说这一次的自然，我看台大 NDUCGN 他是讲说自然有因为这个新卡的关系有 buff 到啊，所以其实是可以玩的，虽然。台 NTUCGN 是说它还是受惠于伊势坏的系统，伊西斯的那个卡片的 buff 跟那个其他新卡，但它其实是可以玩的。然后这一次也创造了一个奇迹，就是一般来说散卡价值会比较高嘛，但是这一次因为萨蒂利的关系，所以这个银质听说就是卖到三位数。勇者 BF。天地凡，这个是他们是说这个是抓谐音啦，好像抓 Pico 的谐音啦，我不懂。BF 魔界造车又是你，魔界特派员，他们是说魔界特派员这张卡，如果之后配那个暗黑界的狱主会有强度，那我们就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神杯之牙、萨迪利、深渊之兽，又是自然。那目前好第一张，等一下。一样啊，我们散卡以上还是该套的，还是要套，怕尽量不要伤到它。不过也是因为随机技巧被禁了，所以现在泛用的 L2 的卡片就Link 2的卡片就比较没那么多，
所以其实这个 Ink 2也许之后是有一点点搞头，不过我印象它有蛮严重的字数啦，所以其实它可能还是只能用在一些特定的状况下，不过也是可以试试看的。看一下，忍者，战术机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的仪式的主题哦。然后这个好像是那个铜条那个龙剑士啊。然后这个是剧情的铁兽的死线。图片里面你可以看到是右边是受伤沉重的那个 Link 4，然后左边是有受伤沉重的 Link 2。然后这个是萨蒂利的新卡。是这个萨蒂利的那个什么那个超量，等我一下哦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刚刚明明就把银字有分开，但是不知道什么他这银字没分开，哎，我先把它分开一下，当什么新缝的天河这张我不知道可以干嘛，哎，因为我没有那么熟，我不是每个主题都很熟哦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对，我们开这个就是看一下会开出什么东西。那这张卡的话，萨蒂利好像本家是会用啦，但是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移动撞到那个我的架子，但是因为它没那么好，就是出了其实效果没有像萨蒂利的那些卡那么强。深渊之兽，铜器魔术，不知道这个都去查一下就知道是有什么效果。这个自然也是 buff 的，春化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然后出了第一张金亮。铜超量九，他们是说这张超量九可能有一点点的用途，因为第二周还是第三周的比赛，其实是有人看到有人出这张了，对吧？但是不知道这个就像就是有些有潜力的卡，这两张其实都是有潜力的卡，可是有潜力的卡有没有那个有没有上场的能力，就是还要再开发。就像萨蒂利，其实第二周还第三周的时候，其实量是有变多，可是后来又变少了，因为。萨蒂利的系统很强，可是它比较没有就是检索的方式，对，所以就搞得就是你不能说昙花一现，可是就是没有那么那个。我刚刚说看到白钻了，算不重要。两只忍者，深渊之兽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黑羽的反击卡，始祖的翼龙，又是你，帅哥。倒换，这个好像是可以拿来解放，然后去。破场上限啊，所以这张卡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价值。这个是二星可以拿来做 link 龙剑士。哦，我只是说可以啊，但我不知道行不行。我的银子，忍者，空牙团，空牙团其实这一次的 buff，因为这是 link 2，他们是说 link 2说有能上场玩，但是有能上场玩跟有强度是两码子的事情，就像。宝玉兽的 buff 其实 NTUC 卷是说，其实是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但是那个强度就是我那个 NTUC 卷的那个主播医生就说，我打了17场，只赢了一场，因为还是对方卡手，真是烂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不烂，就要问问看宝玉兽的高手们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萨蒂利。找车，这张是什么？三鼠这张没看过哎。名战术也就是刚刚讲那个名战术，VV 这个是这一次那个勇士团的一张超强的 buff 卡，让它可以多一个点可以运转，其实很强。一是坏的横劈身，负烙印，这个是剧情。这剧情看起来就是很微妙了，对。我不知道这个那个圣女的想法是什么。哦，这个听说啊。恐怖卡，沙地利登场，寸草不生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寸草不生吗？反正你就想这一次就是沙地利、深渊之兽这两个主题，然后。一是坏的 buff 卡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其他的就是看有没有搭配的空间啦。BF 三整级复烙印第二张，造化鸟，人法落叶舞，忍者，其实忍者一直是主题啊，只是就大家懂的啊。雷精灵 Link Two，
看到这个旁边那个基特，多得意呀、啊！你看看，咦，抓到你喽！没关系啊，基特，到底这次这个不教导剧情，到底谁是主角？怎么感觉基特才是主角？你看他就在那边嘻嘻哈哈，嘿嘿，然后其他人就是打得你死我活，他在那边嘻嘻哈哈、欸，真的是夸张，离谱，离谱至极，基特，基特啦，不是基特，讲错了，基特，最夸张就是你基特，整天在那边玩呢、欸，敢不敢帮队友？最夸张就是你，奇特做事不要再睡了。深渊之兽，忍者，忍法哦，号称本次最贵的银子，不重要。轰的忍者蜜，这个忍者这一次少数有一点价，因为她是个妹子，哎，因为她是个妹子，单纯是因为她是个妹子，一是坏，对吧？白银城的迷宫城的白银姬，好，这个也是 buff 卡啦，就是先讲一下那个迷宫城的白银姬啊，然后再讲蜜之忍者。蜜之忍者我印象，哎、欸，我先讲蜜之忍者好了，就是豆哥有讲说蜜之忍者的效果，就是说你常常有忍者可以特跳吧，那其实是给忍者的稳定性提升一点，所以其实是不错，但是好不好要问。然后迷宫城的白银姬，这个在迷宫城的本家其实是很好的一个，在军事局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怪点，可是如果它进入逆风局它就效果就不大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想一下，就是你的迷宫城的白银姬要放几张。不过因为它是原本的那个迷宫城的那个卡，它变成那个战斗模式啊，所以它穿的是战甲，可是它迷宫城白银姬的状况下，它是穿类似那个雍贵的礼服，然后就很多人说这个很大啊，很大，很大，哎、欸，很大，很大，大的受不了。BF， 哦，粘树机啊，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特殊的卡，烙印之兽。这张卡其实是会放在构筑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哦，就是可以配烙印，可以泡配深渊兽。啊，这个基扁的一四坏，四四坏，这个是四四坏剧情哦，所以可以看一下。深渊之兽，它其实很多深渊之兽要，就是有一些是可能跟那个教导剧情有关的，这个又是跟勇者有关呢、啊。地中界的恶灾，龙剑士，不错。其实目前开下来的卡，其实都是怎么讲？就是如果我有玩到那些主题，其实都还是不错啦，就是不会太差。其实真的说还是不错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，对你懂的。也、欸、不是你懂的，就是观众应该大概可以了解说，就是目前开下就是说，不会太好，也不会太差，因为这些大致上，目前你可以看到它109跟110的主题啊，大部分的卡其实都是你开了之后，大概都是不会到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完全没有用的废卡，要等开发，要什么白钻，好，算了，不重要。这个那种四海龙白钻，我不知道四海龙可以干嘛哎、欸，因为我看小江知道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四海龙的话，他其实他们是讲说，因为他的召唤条件是效果一体怪，所以他其实可以拿来做什么？就是他可以拿来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神功你按一按，他用完之后，然后再叫他再他回再叫一只，就是可以用他直接一只直接无损叫一只大只的怪，所以他还不错，有潜力待开发。然后我们终于出了封面怪的 BF 啊，什么就是你 Pickle 魔风。夜虎，好，最后三盒，还有一个浮雕啦，还有一个浮雕，浮雕不知道，不然就是垃圾里面，然后我可能没抓到吧，对吧、啊？又是你忍者道化鸟 BF， 又是帅哥自然森林系。其实我一直很想玩那个，我一直很想玩那个勇者，可是勇者的问题就是，哎，深渊之兽浮雕粘树机啊，同期魔术，我们看一下第一盒。靠腰嘞！哦，套不进去啊，完了！
不要套不进去，我看一下，算一下几张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张，Oh my god，十张哎，十张代表的是有一张在垃圾里面哦，要去查一下，我花一下时间检查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是我没注意，完了，完了，不对啊！刚开的时候我感觉都有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再一起算一次，我们再算一次，还是我数学是不好？检查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张。检查垃圾里面有没有？我们花一点时间啊，不好意思各位，因为我的影片就是最纯粹啊，绝对一刀不剪，没有人在剪片的，除非你是开一箱，那你说你要剪，这我觉得 OK。虽然说少一个应该是亮面位啦，是还好，可是还是金亮位，我也不知道，随便，重要吗？重要啊，因为这一次1100的 buff 很多啊，buff 很多就是少一个就不行，各位，少一个就是不行，少一个不行。哇，找不到还是我们其实是散在这里面，只是我自己眼睛没有注意到，也是有可能，毕竟年纪大了，就是大家也知道，年纪大了有时候就是说年纪大，才几岁就说自己年纪大，其实也挺可怜的。没有好吧，我们看一下死读卡，如果真的没有就算，我们待会开完再那个，开完再看。然后这一次，因为这个其实普卡很多都不错，所以其实你如果开完它，其实你不要急。如果你是开一两盒的那种啊，你不要急着丢啊，因为你可以研究，你先把主题先分一分。它有一些卡其实真的是不错，有未来性的，就是你应该要估一下。神杯这个是普卡吗？BF，好，再来，希望找得到。没有料到，我真的没有料到，我第一次开的时候，怎么不是十一张？哦，这边好一只，BF 换药，果然呐，藏在卡片里，没注意。所以第一盒我们开下来，除了那个什么，引爆以外，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还不错，BF 两张，那其实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 BF 两家本家两张嘛，深渊兽一只，四海龙其实是有潜力的。粘树机就是看现在它是没有主题，它这个还不太行，不过我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行。白银机是可以拿来用的，忍者因为它是女的啊，所以还不错，开到女的就还 OK。雷精灵 Link Two 这个其实在现在的环境来讲，雷精灵是需要至少一张。萨蒂利可以考虑，这个也是有潜力，摩羯泰也是有潜力，所以就还 OK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盒。那我们第一盒移到左边。然后这里趁这个开这个的时候，顺便跟观众讲一下，就是我目前开到最大的，曾经开到最大的奖是什么？
是 HC01 的黑魔导女孩，啊，你们不用大想太多，我的运气特别差，不过没什么差，我觉得也还 OK，特别包，滚蛋。然后一样，我们刚刚是开左边嘛，那我们这次，我们刚刚是开右边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次就先开左边，帅哥，帅哥。不过两盒的那个 token 都一样，蛮有意思的，蛮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们刚刚说先这次先开左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，我想一下，我思考一下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来，我们把右边的真的放到最右边，就是放到这个画面看不到的地方。不要，我们放在这里好了，反正这边没什么差。虽然我电脑开着啊，不过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因为我原本是要开荧幕画面，然后看那个 NTU CGN 的卡跟那个查询卡片资料，但是因为后来想看的测试一下，发现。录影起来会没那么好，所以后来就取消掉了。这里，忍者，萨蒂利，又是你，帅哥啊！我们这次快啊，我们不特别念，那除非有那个上面的后面的那什么东西。四海龙，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浮雕，第前三张就出这个，那其实就是差不多。没关系啊，至少我们有还有一个半钻啊，而且这一次其实你可以期待，其实是银质，这是浮雕什么？这个应该是 BF 的主力卡吧？新的 BF 的 buff 主力卡，但是因为我没有碰过啊，那个时候的环境，我的环境叫做零四环境，然后同步我就开始看不懂，我就放弃了。啊，反正这次目标就是很简单，萨蒂利有 OK 没有下去，概念很简单 OK 吧？深渊兽 BF 深渊兽深渊兽空牙团哦，双牙团其实反正这次双牙团还不真的不错龙剑士。龙剑士闪卡，其实我不知道龙剑士可以干嘛，就是这个可能要问有玩的人啊，以前有玩的人才知道。其实这张攻防还不错，1700、1700、1900，也真的还不错，真的是不错，我觉得真的是不错。因为现在你要扛，现在环境很多都是这种自起跳动点啊，那个攻击力防御都不会太高，还给你很好的效果。攻防不会太高，所以这些卡都不错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萨蒂现在外挂能力那么强。你的场上没有怪兽，或是对方场上有怪兽，就可以特招靠腰，这根本跟鬼一样，好吗？其实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有 buff 到黑魔导，虽然我先想玩了、啊。忍者，这个好像是，哦，这龙剑士的。我刚以为那个深渊之兽，他那个开传送门，开爽没？沉默狼。深渊兽、道化鸟、界之忍者、鸣蝉啊，这次最不希望看到的人就是你，就是忍者最好都不要出。不过这张忍者我记得强度其实是有的，只是因为忍者本家真的不太行啊。我现在基本上强的都开完了，所以剩下就是随便乱随便看一看了、赶快弄一弄，然后把特别包开一开，就这样子的。嗯，为什么你打不开？勇者，空牙团。其实你，所以还有一点就是，为什么有人会？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你不买韩纸，跟台湾一起同步买？因为你可以看到，我目前开下来的日子，大部分的卡值都还算不错，韩纸就我觉得不好的问题。赫兹圣女，第一张赫兹圣女。还可以，反正我有一只，对不起，我有一只那个，我有教导的圣女，然后我有什么？那个圣女叫做什么？另外一个什么？白之圣女，对不对？好像叫白之圣女吧？
对，白之圣女就够了，就是白之圣女一张，赫之圣女一张 ，OK， 搞定。虽然说教导的圣女我有很多张，因为我那时候开非常多的110，我想要开那个禁忌的一滴白钻，哈哈，最后什么都没有，哈哈，笑死，只开一个什么深渊龙，笑死人。BF 忍者，忍者，忍者，忍者。哦，又是你，帅哥！银子100块，舒服。深渊兽，一是坏的摇动，自然菇，自然菇，菇爽呢。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特别包会有什么鬼啊，随便啦、啊、不重要。就是抱持着有什么都还好的想法，你就不会啊得失心那么重啊，怎么没开到白钻？啊，每个我看很多开盒都说啊，怎么没有白钻？反正就是那样，有就有啊，没有就没有啊。心态要调整，就是我一开始也会一样，没有白钻，我花这么多钱，拜托开这个其实就是在开卡啊。重点白钻只是个 bonus。真刀烛光，这张卡好像蛮强的，有强度。深渊之兽，怎么都是你们这些人啊？欸，我说的都是你们，这是我怎么没有看到其他的深渊之兽？欸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我没有要喷哦，我是说怎么没有其他的深渊之兽？反正至少还有三个金量位吧，所以应该还可以。勇者，勇者应该没人要玩，现在勇者就不强，不是他把那个什么啊，他把那个女的召唤师给限制之后，他限制两张啊，所以现在他强度真的是普通。萨蒂利的相关卡，不过那个陷阱卡现在没什么用。始祖之龙。我这样，我们这个看一下开了几张，这个深渊之兽没问题，忍者蜜，好了，可以了，给过，是吧？地中介的恶灾，怎么又有地中介？这不是很老的一个，又是你哎，帅哥，呵呵，出两只忍者，吐了，完蛋，这盒爆开。这盒爆开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出了两只三只很多忍者，可是问题是忍者在这个 meta 里面就真的不强，完了，这盒爆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爆了就爆了，没有，只是我觉得爆了的原因是因为你开了很多忍者，然后那忍者你全都没办法用，很惨，其实是很惨，我觉得是很惨的。就理想状况，你应该是期望的是你开的东西是可以用的、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八，所以还有三张。天哪、啊，三张哦！可是因为闪卡位，我刚刚没注意到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又像刚刚一样那个瞄在里面。又是煞地利一张。自然菇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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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样子可以了。反正这一次就是煞地利大赛啊，是。哎我，哎你们看，哎你们看这一次其实日子的印刷也是，它这是普卡，然后印到这张其实是还好，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瞬间那个反光就是。就是这一次的印制好像韩子很惨，我只能讲韩子非常的惨。可是这次的日子好像，因为你刚刚大家有看到啊，我刚刚特别停下来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反光感觉就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怪怪的，啊、怪怪的就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反光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次最近这几次的印制，其实我觉得。感觉官方都没有很用心，感觉啦。是时候，这个同步不知道干嘛的，逛大街。
铜器魔术，又是你，还敢来啊？铜器魔术，粘树机，好了，随便啦。所以十一张都到齐。那我们剩下最后两张啊，两张，好，最后两张，我们普卡叠起来，普卡叠起来，银子叠起来，啊，最后的阶段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隐藏包啊，到底是几张我也不知道，会开出什么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摆？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对应的两包。好，现在开这包吧，因为这包是一定不会、一定没机会嘛，所以你就开一开，然后赶快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来，哎呦，我要一二三，赫兹圣女还可以。赫兹圣女现在比较没有什么开发手段，因为它其实它的效果是要配类似有阿布斯的烙印啦，但是其实也许未来有机会，因为它其实在主要阶段可以拿来做融合，所以是有一点点空间，可是有什么空间我没有很确定。然后再来是这一包，不知道会开出什么，随便啦、啊，哎、欸，哦，吐了。这样子，一二三，啊，怎么是这个？帅哥，怎么是你？啊，为什么是个白钻沙弟弟？嗯？不，沙弟弟不是只有闪卡哦 ？Why？ 我开了两个白钻，可是我开了两个白钻都是 surprise me 的东西。好。我们先整理一下，待会最后结算在，我会在最后做一个快速的结算影片，大概两分钟内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次两盒开出来的结果。那左上角就是额外包开出来的，那其他的就是一盒里面的。好，我们第一盒的额外包是闪卡的赫兹圣女，然后白钻四海龙跟浮雕的深渊之兽。那这个这一坨就是金量跟闪卡嘛，金量跟闪卡其实就好，大家要看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都是有潜力的卡啦，但是有没有强度就不知道。B F 幻术机虫人者，然后这个雷精灵还可以，还有萨蒂利。大概是这样子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第二盒的话，额外我们开出的是。萨蒂利，然后正规开出来的话是半钻的忍者跟浮雕的，这好像是 BF 的这个吧，主力怪吧，这我不会用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然后这个亮面的话，我们开出的是女神四海龙忍者，然后剩下是就是你知道的嘛，就是什么萨蒂利啊、幻术机啊、忍者这些的，还有赫兹圣女、龙剑士。那这次开盒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因为接下来会比较繁忙啊，就是要写论文。原本是预计是这一次影片应该是在七月份，然后拿到开一开，然后可能八月份之后就要减少拍片，可就是每个两个礼拜拍一次什么音乐的录影片啦，或是游戏网 MD 的对决影片这样子而已。但是因为这个拖到，所以这应该是我接下来最可能是最后一，就是在论文写完前最后一次会有声，就是会讲话的影片。之后可能都是我都不会开麦哦，或者是可能。偶尔开实况的时候，也许有上传那个 VOD， 那也会考虑啊。那我们，然后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一次其实是没有开到一四坏那个 buff 的融合考，这有点可惜。不过就算了，对对对，因为毕竟你开到其实其他的料也还算 OK。那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许忽然我会想说啊，我又要违背我的诺言再拍一个讲话影片，到时候再说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